些缝，我就用它的木屑稍微先它补一下，然后再把它磨掉。所以你这一家跟隔壁不是都是你在做？不是不是，我只有这边到这边。对。哇，你房子好大嘞啊！然后这边有。你一个人在做啊？对啊。啊？一个人做啊？太多人做没钱赚了。哦。我们现在最喜欢这种木头。这个木头是怎么样？要切割比较好切割的。你闻闻看。哦哦，香的。哇，香味、啊。香木来的。这是什么木头？这是台湾的萧楠。萧楠。很香啊。在今年呢、啊，在。这一次的那个风灾之后，下来了很多的木头，上海一个朋友买了十货柜，不懂木头，就搬去啊，买了十货柜，搬四货，哇，很香哦，现在很香啊，对，这是台湾最顶级的，哦，是用来做什么家？这个木最主要是用来做什么？一般我们正常都是做家具。对，然后这个单价太高了，然后现在好多人把它磨成粉了。哦，天哪！哦，檀香，檀香。你好，你好，檀香。对，所以这样不能不准，要一定要学过，会有味道。可它久了以后也会就味道淡掉了。它不会跑的吗？这个？就是其实这种东西，如果你在室内。放在室内温差有一下冷气，一下子不开冷气这样子的话，有温差的话味道就跑出来。那你如果常温这样子的话，它慢慢的这个会风化掉，然后它就会一层膜。那你再去磨它，还是再去用那个水去擦过一次，然后它味道也跑出来。这个等下就香味跑掉就没有了。有啊，还有，它表面是氧化的。哦，它在这油脂里面。哦，里面再把它切开。对。哦。大概就是说，如果冷，去室内的温度有一些差别，它就比较。来，你这个拿给我，这个味道更不这个。对。好，树木也有不同味道啊。啊。我们真的是。也闻不到哈。因为台湾树种太多了。其实是不是所有树都有味道的呢？不一定。不一定。对。你工作这个都不用怎么夹的，就用脚夹就可以了。哦。这个没有这么浓了，这个清淡一点。对，所以这个树种是不同。这个比较浓。啊，这个清淡。这个叫做台湾宽木。哦。这叫台湾宽木，所以这两种有味道木头是完全是不同的味道。啊哈。好，谢谢你，我拿回去做纪念。谢谢哦。放在瓶子那边。纪念啊。是从台湾防寮来的。回去是不是味道就不见了？要去大块一点。可以了。放在那个瓶子。啊，我可以到我的部落格看看。部落格，好。哦，有啊，你部落格。我留个。放在瓶子那边，这个是不同味道的木。你们昨天在录影带有看到他吗？那个楼上。有啊，他的楼上呢？后面有照。他跟你这很熟的。走，他说帮忙的。哦，昨天我们在录影带有看到你。看到你啊。结婚。林黛结婚啊，丽泽啊。你在楼下跟他打招呼吗？哦，对，有改了。卧房。
二颗啊，就是零头，这样就可以。对，还有后面的。